慢慢来低头向神祷告。我们天上神伟大的父，请大家神可以帮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里，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班来上去更加认识神。请神可以保守我们在今年12月会有一个跟新加坡 Young Teens 的一个 retreat， 然后请神可以让我们跟他们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彼此，然后也让 JB Church 跟新加坡的 Church 可以有更好的联系。请求神可以保守今年考 SPN 和 PT3 的考生们，也包括我，请求神可以赐予我们智慧，然后让我们去好好努力，把这一次的考试可以拿一个理想的成绩，然后不要留下任何遗憾，然后也为自己的未来铺好一条路。然后请求神可以保守我们教会的人数可以越来越多，给我们每个人信心去传福音给更多的人，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把他们带来教会，他们也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神明。那请问神可以保守我们的 brother Joshua， 因为他在最近出了车祸，然后希望神可以去医治他。也请问神可以保守在印尼那边的我们的教会，因为那边发生了地震还有海啸，然后请问神可以保守我们那边的教会和那边每个人，可以保守他们安全。那请求神可以保守我们这边的那个天气，因为最近的天气是非常的恶劣，然后请求神可以保守我们每个人身体都可以健康，然后可以更有活力的去敬拜神。然后最后请求神可以保守日本那边的冲绳，那边现在也是遇到很强烈的台风，请求神可以保守我们在那边的教会的 brother sister 和在冲绳的每个人，其实是可以保守这一切，奉主的祷告，阿门。Okay, one more time, let's all rise. 好，我们再次站起来。
You.
JV Christians, amen. Yeah, I'm happy that we can meet together and worship God together on a Sunday afternoon, amen. We need